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SOI 满足这个方程式，那么他问这个值等于多少？我们看到这个哈，刚好是这个十倍，我只要把这个算出来，要乘以十，再减掉360，就可以得到最后的答案。它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 1.47x 嘛哈，加 2.58y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123减360了，我的360减123，7，3，237 负的237。好，那我把它带进来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十倍的，这个是等于这个十倍嘛，乘以负237，然后呢，再减掉360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负的二三七零，减掉360，我再把它加起来，13.72，负的273，负的273。